六月十日 ，Angelababy 在自己的微博晒出自拍，并向网友提问：“下雨天最想干的事是什么？”提问没多久 ，Angelababy 便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一边煽情地表示下雨天想听着音乐打着伞，从静安公园走到长乐路，一边又画风突变地回答睡觉，同时不忘自嘲一番，刷刷微博活得像高仿。而粉丝们也热情地回应了 Baby 的提问，答案是最想你，和你一起干啥都行。并不忘表白女神，要不要这么美？看到女神这么逗逼，网友开起了玩笑，但是想黄晓明啦。